重点啦吼，今年是鸡头年，这个牛呢，吼、哦、是足骨的牛啦，吼、哦、啊就是这个鸡头，其中暗藏，这个暗藏是心火，啊这个贵水，这是心金，这个鸡头，这土呢拢真冰冷。所以呢，年运无好，这是一定的吼。伫民国94年、95年遐，我就甲阮朋友也好，即个信众，我就甲讲，97年、98年会真惨，大家爱准备剩一寡牛草。我讲吼，动物都比咱较巧咧，秋天伊就会晓创草啊咧。牛是准备好，秘伫洞内，等明年春天伊才要出来，吼、哦。啊，咱人戆戆，你知道？秋天吼，啊，咧酷酷撞，搁装无，搁啥唔愿输、不服输的心态，搁投资，搁了。哎呀，所以呢，人讲吼，一失足千古恨，十年也补袂得。因为呢，咱咧十二年一大运，要轮到对你有帮助年运，十二年中间上最三年，所以咱九年拢歹。吼、哦，啊，咱搁足，咱咧基础搁破掉去。要搁定来，搞不好两几年啊，24冬还袂等来。啊，过来呢，愈老，气力拢愈无，啊，愈其他。哦，所以咱爱，哦，咱今仔日讲的叫做知命，命甲运无共的。命先天的哦，运是后天的。运呢，就是家己作为的啦。先天就是命底啊，哦，人讲命是骨，先下下未论，啊，你八字命落土时天注定。啊，运呢，就是后天咱家己造作的，哦，迄叫做造运嘛。先天输人无要紧哦，后天佫输人吼，人讲先天不足，后天佫失掉。啊，就拖啊！一世人60年，一家子念伊就过啊！吼、哦，后天造运真重要。命是虽然先天叫做先，迄叫做吼，即命中若有啊，动即有啊！吼、命中若无啊，运中求，就是讲爱靠后天来打拼哦。但是呢，先决条件你爱知影，当时是好，当时是歹，当时是旺，当时是衰，连这你都唔知影，都乌白混吼。我讲一世人足艰苦，哦，足艰苦。所以伫今年。哦，出生囡仔咱卖管伊啊，吼、哦，迄就是伊选这时间出来嘛，吼、哦。每一个人的八字命拢无同，但是以咱成人，吼、哦，咱这大人，今年年运足低，但是低到尾啊，就是伊就是丑宫叫做啥物卦？来，地雷户过来看，地泽林啊，欢迎光临啊，吼、哦，抽宫吼叫做灵卦啊，叫地泽。地泽林，开始吼、哦，临门一脚，特别歪位啊，啊，踢脚球同款，一脚踢的入去就得分啊，这叫临门一脚。那欢迎光临的意思呢？已经来到门口，还袂入去啊。所以咱有记咧饭店，咱拢写欢迎光临。你坐伫遐徛伫外口嘛，你才是欢迎光临嘛。所以景气要复苏之前，啊、哦，太阳要东升之前，拢乌暗的。但是你站在这的时候，你要安怎？你要向前攻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要站在门外叫欢迎光临，临门一脚，所以要往前嘛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天年是冷的时阵，是结冰的时阵，好啊，规矩无对谈哦。咱伫咱刀织网，要捕鱼的织网嘛，哦，那叫做准备，准备工作。哦，要出去抓鱼啊，你的网啊，都要创好啊。要拍啦，
哦，你列举刀枪剑爆来，出林咱剑舞，对无？哦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天年歹，时机歹，到有影歹，天地足公平。歹是因为你贫惰，哦，比如讲寒天，寒天甲热天来讲，热天要捕豆爷，各位有捕过豆爷的经验无？豆啊，甲浸水深就捕爷。即摆若做豆爷的人，要卖的人吼，是讲即摆往化学，咱就不论啦，因为迄种有冻。那正经豆爷要发，寒天较好发，还是热天？夏天。夏天嘛，好，当然是啊。寒天的时阵，这豆爷袂发变安怎？用烧水，我烧水都烫死嘞！哈哈哈！哈，你烧来烫烧水，砍的啦，卖互冷风扫着啦，往布啊砍嘞，啊，搁创一个一趴顶啊烧来，好无？好。咱只花旦是毋是种花拢安尼？暗时啊，伊嘛要生产嘞，嘛烧烧一光，迄叫做后天的啥？光嘛，人为的嘛，同款道理啊，伫只中间吼，来。家己较拍拼，开始转运，开始努力，开始准备，安尼会使无？安尼有帮助无？有啊。所以天礼拜那要紧，哦，天地不仁，天地下雪嘛，天地不仁，那我们人要努力啊。天地无迄、那个，天地拢足慈悲啊，伊袂甲你灭掉啊，是惊你安怎呢？人讲春天，啊、春天，春风吹来正好眠。都要困，安尼吼。夏日炎炎，睡午觉。秋天呢？哇、哦，秋天秋高气爽，郊游去。啊，冬天要怎么样？可惜北风。好、哦，所以人生的经营就是安尼，不管你今年几岁哦，你来听我演讲了吼，对今仔开始，就是春天，安尼好。好。好、哦，对。所以人的人生吼、哦，一直闻道啦，哦，你得。啊，朝闻道，夕可思矣。你若得道，你后悟着这道理吼，你运就开始要变哦。所以伫几周年遐摆中间，咱爱准备哦，爱准备工作啊。所以咱今仔日呢，啊，这个主题呢，就是讲命中要安怎来转运啊。啊，转运有真侪方法啊，当然各种的宗教拢有伊的一说啦吼。但是咱以科学哦，以这个啊天象。啊，有这个哲理哈、啊，用易经的哲理呢来做开运哦，这种的方法。那么，咱人出生含数字拢有关系。